钱我一分钱不要，赚的全归你。你无私奉献。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了，我想要的就是条活路。高明远现在最关心的事儿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一和新村，但是新帅现在很麻烦，他的资本进不去。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俩现在有同样的处境，随时都有灭顶之灾，只有高明远有能力保住咱们俩。但咱俩是一点用处没有，人凭什么保你呀？啊！我们要是想办法把一个新村给他弄到手，他还能继续当咱们的靠山，咱不就有活路了吗？那他都搞不定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只能炸他。炸你他妈就知道炸。现在不用你炸，只用你的钱。新帅有人要转让股份，这人你还认识？谁呀？李丽娟。我们把他的股份买过来，再给高明远。新帅内部现在最大的阻力是李成阳。但是以李成阳一个人的股份是根本挡不住长统资本的，这是要办成吗？高明远给你分红，包你稳赚不赔。哎，那你怎么不一人干啊？我他妈有钱我还找你啊？我一个区长哪来的钱？你出钱，我负责牵线搭桥，把李丽娟约来。李丽娟我也认识，我也可以联系她，不用你。不是，就好你这副嘴脸。李丽娟只信任我，啊，你绝对约不出来，不信你试试。行了行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，啊，钱我一分钱不要，赚的全归你，行了吗？啊，行了吗？你无私奉献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？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了，我想要的就是条活路。陈彦博，这事儿要成了，你赚钱，我等要欠你个天大的人情，我一定还。咱把一个新村给高明远弄到手，咱俩以后的路也就平了。这是你我目前唯一的出路了。